中，怎么如梦偶？四周压迫压迫，坟墓里多难受。虽然很痛，泪虽然诅咒，每刻记得记得，没错了。内心布满暗影，仇恨恶毒欲望愤怒，失去的感官，做开关火种渐化做尘土，怨念弥补。狂风吹不到是恶火，每夜散落残忍，血肉祭祀重生，让你步向痛苦，满身伤痕，眼眸里没情感，已抹去泪痕，不再受困。欢迎收睇今集嘅灵异村，咁村长又继续同大家主持呢个灵异村嘅节目时间啦。嗱，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咁啊交代少少嘢啦。咁我哋有听众咧就喺身处加拿大嘅，就话想阵间可唔可以开个牌同佢睇下佢嘅问题，咁可以嘅。不过咧就先嚟，我哋一开始咧就讲咗呢个灵异事件先。咁喺节目咧即系完咗中间时间就同你开牌啦。嗱，今集咧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好得意嘅呢个 topic 咧就有一本书咧就叫做《纸笔语》。咁点解我会提咧讲呢个《纸笔语》呢个书咧？嗱，《纸笔语》咧就系当时清朝咁有一个作者咧，佢就写咗呢本书出嚟嘅。但系咧，其实咧《纸笔语》咧呢个书咧嗰个名咧系一个笼统嚟嘅。咩叫《纸笔语》咧？就有人就话啦，《纸笔语》嘅意思咧，即系孔子唔讲嘅嘢，因为即系孔子啊，《纸笔语》啦，因为佢主要讲嘅嘢咧，全部都系咧灵幻奇怪、怪力乱神嘅嘢。咁大家众所周知啦，孔子讲礼仪廉耻啦，咁佢觉得咧呢啲咁嘅怪嘢就唔讲嘅，咁所以咧就叫做叫呢本书咧就做《纸笔语》啦。咁但系咧，亦有人咧解释另外一样嘢嘅，另外一样嘢系咩咧？就解释咧就系话。怪力乱神咧就唔系话奇怪啦，嗰个咩，即系淫乱啦，怪力咩力咧，系啦，怪力乱神，即系佢又解释咗几样嘢咧，都系怪怪地嘅，乱神同埋神神怪怪啦吓，咁其实咧就有啲人就话唔系怪力乱神咧，就唔一定系呢一样嘢嘅，有啲人咧就话啦。其实咧，孔子解释咧就系话咧，怪力乱神呢四个字咧，即系
不是说邪力啊，怪力乱神这四个字呢是全部是讲情绪的，是譬如就是什么呢，一些呢惊恐啊，觉得很奇怪的东西，是啦，一些要花心力的东西，会令到你个人好慌乱嘅嘢啦，同埋咧会惊恐啊，即系会令到你嘅神情咧会好惊嘅嘢。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咧，笼统嚟讲，即系主要你都系唔想讲啲灵异，即系我哋今时今日所讲嘅灵异嘢啦，系咪？咁我哋准备咗张相嘅，就系呢个纸笔鱼，大家立下古书嘅纸笔鱼系咩样？嗱，纸笔鱼咧，其实咧。就并唔系你睇呢本书咧，就并唔系咧，好似我哋而家呢个文章写得咁清晰嘅，因为始终佢有少少系古文啦，就虽然系清朝写啦吓，但系咧其实咧要解读佢成本书咧，都唔容易嘅，都唔容易嘅。但系咁，我今日咧就抽咗纸笔语咧两个故事。嗱，其实古代咧写灵异故事咧系有嘅。但是不写灵异故事的人也很多，例如孔子他不会写这些东西，但是写灵异故事也有的，例如是什么呢，譬如你估不到赖布衣当年的风水书，是不是还有老班之书，我曾经都讲过，今天就要讲纸笔语。为什么要讲一下纸笔语呢，因为纸笔语当时是由一个清朝的一个官，他就是写出来的，哇，官写的，他就专写咧，就收集咗民间咧古灵精怪的故事，即系我哋今时今日咧，哇，好似流传好普遍嘅格林童话，但系格林童话原著都系一啲恐怖色情故事嚟噶嘛。原来纸笔语咧，当时咧佢收录咗民间咧好真实嘅一啲奇怪嘅故事，咁当中咧有一啲故事咧，比我哋而家咧更加虚幻嘅都有，当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为什么呢，以前聊斋啊，或者是以前都有其他的书呢，其实呢都有很多想象力的东西的，是啦，都会有的。不过呢，纸笔语就是今晚我们头part这个 topic。那我先跟大家讲呢一些呢关于纸笔语的故事先啦。纸笔语呢就其中呢有一个呢故事咧就叫蔡先生，系啦，蔡先生。如果你网上面应该都会揾到嘅。蔡先生咧就是一个书生嚟嘅，咁冇话佢穷书生啊，冇讲，只系话佢一个书生。咁啊，蔡先生咧当时咧就好想买一间屋，就俾自己咧就同屋企人住，同埋专心读书去考试。咁当时佢去到嗰一度嘅地方咧，佢就拣咗一间咧好破旧嘅屋。间屋咧就系冇人住，丢空咗好耐噶啦。咁佢要买嘅时候咧，咁嗰个地方嗰啲村民咧，就已经同阿蔡先生讲：，喂，你唔好买呢度啊，出名鬼屋嚟嘅呢度，你唔好买啊，鬼屋嚟噶。咁但系蔡先生咧就一意孤行，我就系要买呢间屋，我唔会理噶啦，因为咧呢间屋咧当时系非常之平，因为鬼屋冇人买，而且仲要收葺添。咁啊，当时咧就系啲人就话：，买嚟做咩啊？咁啊，但系因为太平啦，咁啊蔡先生就话：，我要买呢间屋。买了这间屋之后，他就立刻跟家人说，喂，我很便宜的价钱我买了间屋啊，这样啦。谁知道呢，家人就怕了，个个耍手拧头都不肯进去住。蔡先生有见及此，你们个个不住，我就偏要进去住，我就不信真的呢即鬼可以这么恶。咁我就入去住。咁啊，蔡先生咧初头咧就花咗少少时间咧，就布置一下、打扫一下咧，即系草草打扫一下咧。咁啊入去住。咁啊头一晚住入去啦，即系打扫咗两日啦，头一晚住入去啦。咁佢咧就喺自己嘅房间度，咁啊张台嗰度就点蜡烛，就喺度读书啦。就正当咧夜阑人静咧，佢喺度读书嘅时候咧，只女鬼咧果然嚟揾蔡先生。佢望到咧嗰、那个窗出边，因为咧佢哋。嗰啲间屋咧烂烂破破啊，咁嗰啲窗咧可能咧嗰啲纸都穿晒啦，佢就望穿咗出边咧，就有一个女人，佢就行紧过嚟。咁呢个女人嘅步履咧系有少少奇怪，咁佢就慢慢行过嚟，一行到过嚟咧，个门咧自己就打开咗啦。咁啊，蔡先生坐喺张凳度吓，即系身边好似呢个图咁样啦，有个蜡烛啦，望住前边。有一个呢女人披头散发，但是呢条颈呢就围了一条呢红绫，即是一条那些吊颈的绳，一条红绫啦，咁就拖到落地，拖到好长，拖到落地好长呢，
咁跟住然后咧，呢、这个女鬼就行埋佢身边，咁佢咧就行过蔡先生嘅身边，然后咧就一言不发，蔡先生就喺度望住佢，眼碌碌咁，佢想点啊咁啦。呢、这个女鬼咧就揸起咗呢条红绫，就围一围啊蔡先生条颈，跟住一抛就抛咗喺梁上边，系啦，即系话咧唔使讲嘢，有啲嘢好恐怖啊！我要揽住你一起死，一起吊颈，即系要害死蔡先生。咁喺呢个时候，蔡先生点呢？阿蔡先生咧就对住呢个女鬼就话啦：以前做错过嘅嘢咧，即系话佢自杀啦吓，而家就唔好再错啦。我会咧，即系我唔会赶走你嘅。但系如果你可以安息嘅咧，你就去啦。我会烧花啲好嘅嘢俾你嘅咁。然后咧就摸一摸女鬼块面。呵下佢咁样，哇！顿时之间咧，这个女鬼咧突然之间咧喊到不得了，泪流满面，不停咁样咧发出嗰啲咧哭泣嘅声音。然后呢个女鬼咧就解翻开阿蔡先生条颈，然后咧就点点头道谢佢咧，就沿翻条路咧就走咗出去咧。跟住阿蔡先生仲要道门咧闩翻埋，佢就好安静咧，嗰啲烛光就即刻平定翻，即系本来闪闪下啦，平定翻。咁就系咁咧，阿蔡先生咧就用智慧咧就安慰送走咗个女鬼，跟住呢间屋咧就唔再闹鬼啦。原来呢间屋一直闹鬼咧就闹呢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咧就系以前咧喺呢间屋咧原谅上吊嘅女鬼嚟嘅，咁一直都阴魂不散。咁啊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咧关于叫做蔡先生嘅故事，一个书生嘅故事。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咧都好奇幻嘅。好奇怪，你直情咧都会觉得吓咁嘅故事都写得出嘅，咁但系佢真系写嘅，就系一个咧叫做咧伍先生啦，伍先生与洪太太嘅故事啦。伍先生同洪太太系发生咩事呢？就话说咧，阿伍先生咧有一日咧就上山采药，咁啊即系类似咁嘅工作啦，就点知咧就荡失咗路，咁啊荡失咗路咧就死啦。在个山上面咧，又冻又盛，荡失咗路，又自己咧又唔小心跌亲咧，就受咗伤。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咁啱咧遇到一只熊。咁啊，心谂我呢次死梗啦，只熊实食咗我啦。咁咁啊，自己都负伤啦，只脚啦，走唔甩啦，系咪？但系估唔到呢只熊咧，一手就抓咗佢，喂，揽咗佢，滴咗佢，但系咧就冇杀咗佢。就带咗佢翻去熊洞嗰度，咁佢个心里边即系好似作客咁啊！你翻咗去熊洞嗰度坐喺度，咦望住只熊，佢想点咧？好惊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好奇怪嘅一样嘢啦。就呢只熊咧，唔单止咧系冇杀佢，仲揾咗啲食物翻嚟嘅话咧，就会分一啲俾佢。咁仲有啦，就系咧，如果佢揾咗啲生肉翻嚟，因为咁你知啦，伍先生就始终人类嚟噶嘛，你揾啲生果翻嚟，我就即系食下啫。咁但系咧，你如果揾啲生肉翻嚟咧，咁佢就好似咧就唔系好食。估唔到呢只熊咧，居然咧仲识得生火咧，就整熟嗰啲肉咧就俾阿伍先生食。嗱，听到呢度唔好阴阴嘴笑啊！啊，故事嘅嘢啊 ，OK， 唔好驳嘴。咁当时阿伍先生咧就好神奇啦，就觉得咦呢只熊咧。是有灵性的，因为熊呢是即是懂听人讲嘢，是非常之有灵性的。咁好啦，仲奇怪一样嘢啦，就係、是、呢、这个熊人呢只熊人呢就对阿伍先生呢就献殷勤，除咗呢嘢食之外呢就铺好啲嘢俾佢瞓觉啦，即係照顾佢，照顾有加。咁啊伍先生呢就开始留意呢只熊。做乜鬼嘢佢啊？原来呢只熊系乸嚟嘅，原来系一只熊乸，佢发紧情，系啦，就对佢有意思咁样。咁啊，跟住咧，阿伍先生咧就日渐康复，身体开始好咗，直情同阿熊咧已经系相拥入睡嘅，因为同 friend 咗啊嘛。跟住既然阿熊有佢对佢有救命之恩，咁我就报答阿熊咧，果然咧佢就娶咗呢个熊太太啦。哇！呢、这个字真系好文噶，古书果然真系古书，即系我系现今嘅广东话，即系搞咗只熊啦，系啦，咁即系人咧啦，咁跟住然后咧，咁佢就系因为咁咧，就同熊太太咧就生咗两个细路仔，咁就系咧系啦，冇听错，生咗两只熊，咁但系呢两只熊咧，因为有
即系伍先生血统咧，非常懂事同埋识讲嘢嘅。咁啊，呢两只熊佢哋喺深山一齐生活之后咧，呢两只熊仔咧就大个咗。咁啊，大个咗之后咧就话：我哋要出省城，我哋要出去见识世面。咁啊，于是者咧，伍先生咧就亲自咧就送咗呢两只熊咧就落咗去咧省城村嗰度啦。咁估唔到咧，去到村咧，啲人咧发觉咧呢两只熊咧就冇袭击佢，冇谂得咁衰啊！冇揼佢吓，就好有人性，同埋咧好善良啊，同埋对人好好啊，咁啊，于是咧就好受欢迎。估唔到咧喺村嗰度咧就揾到一即系唔系一官半职啦，即系揾到啲嘢做，就喺嗰度咧就生活咧系尚算唔错。咁啊，伍先生间唔时咧就熊太太咧都会落去睇下佢啲仔女嘅。嗱，故事讲到呢度。差不多完的这个故事，就不要想着 有什么大情节啊抢家产，没有。但是呢是人和一只熊，即是说一个人呢他娶了一个熊太太。而如果我们现在慢慢想一下，其实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会不会就是其实那阵时呢，因为那些猎杀的行为啊，即是打猎啊、杀动物啊，或者人很冷血，其实呢就想借喻一些呢很凶猛外形呢很劲的，即是好像鳄鱼那么凶猛的外形的人呢，其实个心底是很善良的，这些叫做鳄鱼头老衬底呢，会不会是这样解呢？所以呢就是说了，子不语里面的书，子不语里面呢所讲的很多故事呢，奇奇怪怪奇奇幻幻都几丰富。但是你望到我刚才那幅图啦，子不语那本书啦，它又不是说很厚，但它每一页呢那个文章也都很短。但是你知道以前中文的啦，噏少少意义，即是它的意思很深远，即是古文言古文那样，你没几只字的嘛。以前我哋读中学都有啦，搞成篇嘢。那我都睇咗，我都话，咦，我话即其实它那些有翻读中学睇文言古文嘅 feel 嘅，好啦，除咗喂村长啊，除咗讲女鬼啦，讲人兽啊，唔系即系人同熊啦，咁仲有讲咩咧？哦，其实原来咧都仲有一个故事咧，叫做茅山嘅。咁佢就话咧，当时咧就有一个好著名嘅道士，手咧就拎住一个摇铃，咁就咧一路杀阴狮子就一路行。如果你听到呢一句咧，咁你就会知道呢一个道士。当时的工作就即系做咩？就即系做赶尸，赶尸嘅工作。咁啊，所以咧就系佢咧就系专拣夜晚嘅时候咧，就系一路耍住个铃，一路摇个铃，一路耍住个溪前，就一路行。嗱，以前赶尸咧就拣夜晚嘅，咁所有嘅人咧一听到呢个铃声咧就要回避，就唔可以望。嗱，咁啊有人梗系会偷睇，咁啊写呢个故事，咁啊梗系第三身就可以睇住呢件事啦。咁啊讲茅山啦。跟随住呢个道士嘅身后咧，就有一队人，但系呢队人咧绝对唔系人嚟嘅，咁即系话一听，即系佢好隐喻，但系就话俾你听，呢啲全部咧都系当时所讲嘅僵尸。好啦，佢就话喺古代咧。有一啲咧小知识嘅百科，即系佢呢个故事咧系讲到好似咧解说咁嘅。茅山是道教的中国道士清派发源地，亦都是中国茅山中的摇篮，同时呢又是三茅真君，他们的栖身，即是他们修行的栖身之处。学茅山术里面呢，你成日见到一幅图呢就会是一些八卦，即是他们对于很多的风水啊，很多的命理的研究呢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呢就是说了，在很多的行业里面，即是以前的古代呢，都是跟茅山术都有些瓜葛的，包括呢就是一个赶尸。以前的人呢夜半赶尸，赶尸队里面呢不同的尸体呢有不同的住址，所以呢队伍呢就轰轰烈烈地出发，去到目的地的时候呢就剩下呢最后是一两个成员。以前的人呢就觉得很神奇，因为尸体已经死了，但是为什么道士摇铃就会跳？有人说呢以前古代的术法是很厉害，但也有人说呢其实这些呢就根本是活人扮，当时将穿着长袍将尸体的手手脚脚和斩开了就挂在自己身上，就帮他们运尸的，种种说法都很有。但是始终因为那时是一个禁忌呢，就那时呢是一个谜来的，直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那时真正的术法还是真的有人会扮。总之呢就是说了，孔子就话唔讲呢一啲咧精怪勇力，哎，我记得啦，咩力系勇力叛乱同埋鬼神嘅嘢。但系咧，另外一个讲法啦，就系咧就话
孔子咧真心嘅意思咧，其实咧怪呢个字咧就并非名词，怪呢个字咧就系一啲疑惑、一啲恐惧嘅嘢。力咧系名词，系指气力，系指力量。咁我觉得有少少即系咪暴力嘅意思啦？乱咧就系动词，扰乱或者搞乱吓。咁啊神咧非鬼神，而系指心神。解释咧非常之多，好多人咧唔同人咧就对，因为唔同人睇孔子唔同嘅文章咧，就会对于佢所形容佢从来唔讲怪力乱神呢四个字嘅意思咧有唔同嘅睇法。而我做灵异节目嘅睇法咧，嗱我现今嘅人嘅睇法啦，我做咗灵异节目啦咁耐啦，咁我由细到大睇鬼故啦，咁我又即系我都会识好多灵异节目嘅主持啦。咁其实我觉得咧，我哋咧都会咧受两种人影响嘅。点解咧？我哋一系咧做呢啲节目咧，遇到嘅大家咧就系自己有嚟嘅，大家都中意听呢啲嘢，古灵精怪嘢就讲同埋听得好兴奋。第二种人咧就系佢完全唔相信，觉得我哋讲呢啲咧系废话嚟嘅，呃人骗鬼啊咁样，即系诶讲古啫嘛咁。系啦，就系呢两种人嘅啫嘛，系咪？咁当嗰个人好唔信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觉得你所讲嘅嘢任何都唔会系真噶。所以我觉得咧，会唔会孔子其实嗰阵时佢唔信呢啲嘢咧？所以怪力乱神其实到最后咧，统称咧都系啲灵异嘅 topic， 即系佢完全唔信鬼神，佢相信现在吓。我呢个我猜测嘅啫。好啦，跟住落嚟咧，咦好，我可能要 part two 帮你开牌啊 ，Felix。咁啊 ，Felix， 我要 part two 先帮你开到牌啦，因为咧我系时间唔多。咁我哋咧就。而家开始咧就要讲一个鬼故先嘅，系啦，鬼故开牌，跟住再鬼故啦，有时间吓，我尽量安排啊。嗱，呢一个故事咧就系关于一个女仔啊，佢叫 Katy。咁 Katy 系一个咩人咧 ？Katy 咧就系战前咧曾经见过魔鬼嘅一个人，一个证人。阿 Katy 咧佢系生于波兰，咁佢要分享嘅一个故事咧。就是嚟自住佢由细写到大日记。嗱，卡提咧系有写日记习惯，因为嗰阵时候咧，佢系女仔啦，咁唔系可以成日翻到学读书。战前即系1938年嗰啲时间啦，1939年打世界大战噶嘛？咦，但系我唔知佢意思系第一次、第二次咁样。嗱，总之咧就系、是、如果系咁打波兰，两次都有得波兰，系啦。咁佢可能系即系佢，因为佢嘅意思就系话。佢唔系成日有机会翻学，咁所以变咗咧，当时咧佢嘅妈妈咧就系同佢讲，佢话不如咁啦，你每日咧都写一篇日记，就系、是、你自己当系，因为佢觉得女仔咧即系点都要识少少字咁样，咁即系佢妈妈都好开通，咁就但系又唔可以俾佢成日翻到学读到书，咁佢就于是咧就自己咧就每日写一篇日记嘅，咁呢个日记咧嘅记载咧就是说世界大战的前一年，没有说第一定第二啊，咁啊前一年的当时咧，佢就同佢弟弟咧喺外边嗰度咧，屋外边嗰度玩紧，咁屋外边嗰个社区嗰度咧有一个好旧好旧嘅类似公园，但系设施其实好废嘅一个公园嚟嘅，即系完全唔系我哋而家细路仔玩彩色缤纷嗰啲胶上滑梯嗰啲公园。咁但系咧，即系只系有个简单嘅千秋。同埋可能系一个氹氹转咁嘅嘢嘅啫，咁啊当时，但系对于佢哋细路仔嚟讲，已经系即系好嘅一个，因为佢哋嗰时咩都冇噶嘛，就好好噶啦。咁佢个细佬咧就成日基本上咧日头嘅话咧都会跑出去咧呢一个出边社区嘅公园嘅玩，其实咧系离佢哋屋企系非常之近嘅，直路走出去嘅啫。咁当时咧佢哋一路玩一路玩得好开心嘅时候咧。咁佢哋咧，佢好记得噶啦。佢自己咧就喺度拉住个氹氹转喺度走啦。咁细佬上边就揈啦，啊唔好啊唔好啊嗰啲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细佬突然间指右边，姐姐你睇下嗰边有一个怪人啊咁。咁佢一路跑一路跑咧，咁佢就自己都砰咁啊跳埋上个氹氹转嗰度咧。咁你知啦，又转紧啦，但系个头咧就永远望住嗰个方向啦。点解咧？转嚟转都望方向，因为咧佢系离远咧就望到一个着黑衫嘅西装男，唔知佢意思系咪即系燕尾服好夸张嘅啦，总之一个黑衫嘅 suit 着 suit 嘅男人，佢话咧觉得佢好奇怪咧，系因为离远望到佢咧，佢个面好尖啊，尖得好紧要。咁
佢哋离远望到佢个外形个头咧揽形咁咧，都见到佢个样咧好尖好长，所以就觉得呢个男人好奇怪。咁所以喺上面转嚟转去，个头都喺度拧翻望住嗰个怪嗰个男人。好啦，咁佢哋咧慢慢咧个氹氹转咧就开始咧即系转几下咧就减速啦，因为可能佢以前嗰啲冇我哋依家啲咁好推啦。咁佢咧就开始咧转咗几下之后咧就减速，减速咧就减到咧佢同个细佬一跳咧就已经即刻可以大家一散水啦咁跳。咁佢家姐咧就同个细，唔知系佢细佬定佢家姐咧，佢两个咧就开始就大声嗌啦。佢话嚟捉我哋噶，走啊妖怪嚟啊咁，即系仇者玩啦，童言啦。两个就搏命跑跑跑跑跑，就跑翻咗屋企。估唔到咧，佢一跑翻到屋企咧，就入咗屋啦，两条细路啦，就即刻咧就望出去嘅时候咧。就真系见到呢一个男人咧，系开始咧系行过佢哋屋企度，即系行过嚟。咁佢同佢细佬咧就好惊啦，唉，真系啊，佢真系行过嚟啊，喺度睇我哋啊。其实咧最初咧佢就应该系同佢细佬乱噏嘅，但系噏完考个行讲完咧，就唔知系咪即系引起咗嗰个人嘅注意咧，嗰个人真系行过嚟。咁佢哋两个咧就系匿喺啲家私嘅底下边啦，咁就。因为个窗入边咧就有一个窗纱嘅窗帘，正常嚟讲咧，屋入边黑咧，屋外边光咧，就喺入边望出边好清楚，但系出边望入嚟咧就未必咁清楚嘅。当时咧，两姐弟咧就匿咗喺啲家私嘅底部，咁啊，然后就望到咧呢个男人咧就开始咧乌低身咧，就去从窗外边咧就装屋入边嘅情况。咁佢就形容咧呢个男人咧身高咧都系好高大嘅，但系都好瘦，即系好小花咁瘦。咁佢咧就。望到呢一个男人咧，个下巴的确系好尖啊，即系凹咗佢个头嘅揽形咁，外形咧系非常之奇怪嘅。感觉上咧，佢因为有一顶帽，感觉上呢个男人咧系冇头发啊，好似外星人咁。咁啊好啦，咁啊呢两个细路咧就喺度得闲又竖个头出嚟装下，得闲又匿翻下啦，就发觉呢个男人咧就望咗好耐好耐，即系一就盯咗佢哋好耐，咁佢哋就好惊啦，就匿咗好耐。就佢哋细个可能唔系好识时间，佢哋嘅感觉咧就系、是、哇大半天已经过去，咁但系咧开始啲家长咧纷纷咧都翻嚟嘅时候咧，咁呢个人咧就慢慢咧就缩翻开个头咧，就慢慢向翻个森林嗰度行咧，离远处走咗，似唔似London Man 啊？好啦。咁啊，走咗啦呢个人，咁佢咧就于是就嗰一日系啦，阿卡提咧就上去写个日记，开始咧嗰、那个日记嗰一个标题咧就话我遇见了魔鬼，系啦，佢形容咧呢一个咧系魔鬼嚟嘅。咁啊好啦，写咗第一日，好啦，过咗可能一两日之后啦，喺佢日记度咧就再次提及我又遇见呢个男人咯。好啦，今次呢个男人咧就喺。第二个地区出现嘅就系、是、今次咧，佢个妈妈咧就揸架车，就带佢同佢嘅细佬咧，就其实所谓第二个地区可能隔篱街啦，咁即系出咗去，因为住宅好静啦，咁有铺头有嘢卖嘅商店就第二个地区啦，咁啊揸车就去咧系买啲物资，咁啊带埋两个细路仔去买嘢，咁今次咧佢哋入到去一间咧就类似咧系药房，即系杂物。买杂货，但有药物的地方。咁佢个妈妈咧就话需要买一啲药物。咁就因为系斗啲药物嘅嘢咧，去买嘢咧就唔想啲细路仔咧即喺里边咧框框转，好曳啊，可能惊人打烂嘢啦。就叫佢两个咧就企个铺头嘅门口个等待。咁佢妈妈自己就去买啦。咁呢两个细路仔咧门口等嘅时候，梗系曳啦，周围踢啊，周围望，周围玩啦。就离远咧，佢细佬又再大声叫一次。我又望到那个怪人啊，家 姐你望下咁，估唔到咧喺对面咧，因为嗰时日光日白，咁啊有一间咧类似咧系戏院咁嘅物体嘅嘢咧，就好残旧啊，即系唔系我哋美轮美奂嗰啲，系一啲好旧好细嘅戏院，咁啊日头就冇开嘅，咁啊所有里边系熄晒灯，居然咧望到呢一间咁旧嘅戏院入边咧，就见到呢个男人咧就隐约企喺个阴影嘅入边。即系戏院黑掹掹个门口，咁啊有个黑色嘅阴影，就望到有对脚，咁佢哋亦觉得呢对脚，咦咁大嘅一只脚，好高大啊嘛呢个人，就见到呢个人咧隐约企喺里边，咁我细佬一指就指到，喂嗰个人企喺嗰度啊咁，咁我家姐一望过咧，就成个咧即刻直条条企咗发呆啦，因为当时咧个细佬一指佢一望过去咧，
就呢、這个原来企喺戏院入边嘅男人咧，都注视到佢系两姐弟。呢、這个男人当时咧个见到佢膝头哥咧开始微微向下弯，佢供低个人咧去装呢两姐弟。咁呢两姐弟就喺度哇咁样就走去揾阿妈啦吓。咁啊，于是者咧呢两姐弟阿妈买完嘢啦，咦 ，part one 嘅时间够啦 ，part two 翻嚟继续讲埋故事，跟住帮一个听众开牌。亲爱观众，系咪好想买罗永恒灵异村嘅节目呢？嗱，方法好简单，冷静啊，听住咯。首先咧，你喺我哋嘅网址登入嚟，咁你就要用 Facebook 或者 email 登入。登入咗之后咧，你就要拣呢个嘅节目付费嘅方法。咁然后咧，你喺购买节目入边咧，只要拣我嘅节目啦，就系罗永恒灵异村三个月啦。唔好拣错喎，阿 Jam 话明系拣错咗，唔回水嘅。咁拣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咧，你就可以选择付费方法啦。分别咧，你可以用 PayPal、Credit Card 或者银行入数嘅。如果你系用 PayPal 或者 Credit Card 嘅话咧，咁基本上咧，你一买咗咧，就已经系即刻咧，直接咧就已经可以随时咧可以收听我哋付费部分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用银行入数嘅话咧，咁你就要 send 翻你个入数纸俾我哋，咁我哋咧就会帮你开通噶啦，系咪好简单呢？咁仲唔即刻行动？